我们知道呢，一个原子的构造都是由里面有原子核，然后外面呢有绕着核在旋转的这个电子。但是因为啊，电子实在是呢绕的速度太快了，所以常常呢都没有办法真正找到电子的位置在哪里。但是大概可以知道呢，它跑在什么样的地方。OK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，就叫做它跑的。主要大概会出现的地方呢，就叫做主壳层。哎，这些地方呢，OK，会随着电子的能量呢，而在不同的地方。像是比如说，如果电子获得多一点点的能量的话，哎，它就可以跑比较外圈一点，啊，就跑到比较外圈一点，啊，它可能可以跑到比较外圈一点。那如果呢，它的能量比较少的时候呢，它可能就跑到比较内圈一点。OK，这种呢不同层啊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就是主壳层呢，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什么周期表旅馆呢的楼层很像。这不同的主壳层，从最内层呢到最外层呢，就是像是我们的楼层，从1楼到7楼的状况。那在所有的这些元素呢，我们刚刚看到上面的这些周期表里面的元素呢，哦，这些元素呢，它外面排列的电子呢，就会按照呢某一些的规则来排列。那我们刚刚先介绍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叫做主壳层。那有趣的是呢，这个第一层主壳层呢，第一层主壳层呢，就像是我们的一楼一样，它呢就只有一种副壳层。它就只有一种复壳层，这个复壳层的名字叫做 S。那如果在第二层的时候呢，第二层主壳层的时候呢，它就有2种复壳层，分别是 S 跟 P，而且呢，S 壳层呢有一个轨域，P 壳层呢则有3个轨域。OK，就很像是我们刚刚讲的，顶级房间有一间，可高级房有3间，所以造成呢二楼总共有4间房间。这边呢，就是第二主壳层呢，总共会有4个轨域。OK，那再来呢，如果到了第三主壳层的时候呢，它分别就会有 S、P、D 3种呢，我们所谓的这个副壳层。而这个副壳层呢，里面分别又有一个、3个跟5个轨域，所以呢，最后加起来在第三层呢，就会有9个轨域。那有趣的是呢，电子在原子内的这个排列呢，就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周期表旅馆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啊，我们人去住它的房间呢，是非常非常像的。我们人刚刚会说，先去住一楼的顶级套房，再住二楼的顶级套房，然后二楼的高级套房，三楼的顶级套房，然后呢，三楼的高级套房，四楼的顶级套房，一路呢这样子，哦，斜上的这样子住上去。那因为呢，住到第118个人就没有再新的人住了，所以呢，最后呢就住在7楼的高级套房。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118人呢？因为如果你看元素周期表的话，其实我们元素周期表呢这边发展下来的时候，其实第七周期现在已经是满了，所以呢，你会从这里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5。116、117、118，好，会有呢这个第118个元素在这里，也就是它的原子序是118，原子序是118呢，就代表它的核外电子呢有118个，所以我们就要想说这个电子要怎么样排在原子的周围。那它的概念呢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呢，它会先排在第一主壳层的，因为第一主壳层只有 S 轨域，就两个 S 轨域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先走在第一主壳层的 S 轨域，OK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会在第二主壳层的什么，也是 S 轨域排完之后呢，再排第二主壳层的 P 轨域，第三主壳层的 S 轨域，一路这样子排上去。其实这样子排呢，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画的顺序呢，越先排到的，也就是能量越低的轨域。能量低，
就跟我们刚刚很像，我们呢会想要什么住在比较低楼层比较高级的套房，就是我们花费的力气比较少，要么呢就不用爬那么多层，要么呢住的比较舒适，所以呢就很像是能量比较低一样的感觉。 OK， 好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今天呢我们有这个两个电子要排列的话，那第一层呢刚刚好我们可以排几个电子，因为每一层的每一个轨域 ，OK， 这个轨域也是一样。我们刚刚讲到轨域这个名词呢，其实就跟我们讲到的房间呢是一样的，跟这个房间一样的。一个房间可以住两个人，一个轨域呢也是一样，可以住两个电子。所以呢，这边呢就是当你有 n 平方个轨域数的时候，你就有2n 平方个什么电子数，你就可以装这么多的电子。所以当我现在有两个电子的时候呢，我在第一层我就怎么样，就有两个电子可以跑。我们画一下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把它擦掉。我们现在第一层呢就有两个电子可以跑，比如说这里带负电，带负电。那如果呢跑完装完第一层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得要装到第二层的 S 轨域跟 P 轨域了。那第二层呢总共这样子有四个轨域，好，但是这整个壳层里面总共可以装到几个电子，可以装到八个电子。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主壳层的话，我们可以装几个电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举例来讲，这样子呢就是一个装了十个电子的情形。装十个电子是谁呢？就是代表原子序是十的嘛，刚好就是什么耐气 N1。 OK， 所以呢如果当今天呢是外面有十个电子，也就是原子序是十的时候呢，刚刚好这个是耐气的所谓的电子组态，也就是它电子呢看起来呢绕在核外的样子。那我们就继续看啊，如果今天呢我们继续把这个电子呢越加越多的时候，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到了第三层了， OK， 第三层呢我们弄完了八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接下来它不会马上排，因为第三层理论上你可以装十八个电子嘛，对不对？第三壳层，可是呢，它会先跑去装第四壳层，第四壳层的 S 轨域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并不会马上填第三壳层，反而呢，会去填第四壳层。OK， 如果这里有个第四层，第四层的话，它会去先什么？先在这边装了两个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才会回头来装第三层的低轨域。有没有看到你装完第四层的 S 轨域之后，你才会装第三层的低轨域，就很像是你先住了四楼的顶级套房，你才会去住三楼的中级套房，是一模一样的意思。 OK，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才会回头来再把第三轨域呢剩下的几个电子，十个电子填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，OK， 像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看得懂周期表的话，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：当我们填到十八的时候，填到十八的时候，其实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刚刚这个样子。当我们填到十八的时候，就是填了二，填了八，第三层填了八的时候呢，第十九、第二十个电子，我们不会填在第三层。我们反而会填在第四层的 S 轨域，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是，这边呢，它会先跳到19、20的时候呢，它会先跳到第四周期。第四周期呢，就是第几层，好像是某种程度前面啦，是第几层楼的意思。OK， 然后呢，等到21到30这边的过渡元素的时候呢，它才会跳到这个低轨域。它才会跳到低轨域。那当我们开始用到低轨域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是所谓的过渡元素了。过渡元素。OK， 好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最后结束的是在 S 轨域或者是 P 轨域的话呢，怎
则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元素，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所讲的 A 族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 1A 族、2A 族？这个 1A 族呢 ？2A 族呢？好，这边呢？ 3、4、5、6、7、8A 族呢？分别呢，就是代表说他们结束的地方，要么就是在每一层的 S 轨域，不然就是每一层的 P 轨域。那比较特别的是惰性气体的 High 呢，也是结束在 S 轨域，因为它是在第一层就只有 S 轨域而已嘛。OK， 好，所以虽然它放在这里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它是结束在这个 S 轨域的。那如果你现在呢还是感觉不太出来，到底呢我们在讲这个主壳层、副壳层跟轨域的关系呢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呢来看另外一个这个网页的图呢，让大家会比较有感觉。